辗转过几轮明月，不曾染世间风雪，思念悠悠无期，藏在昼夜之间。岁月蹉跎须臾间，任由思念天高地远，愿化一缕烟间。怎么自己喝闷酒也不叫上我？没事儿，就是自己一个人想想事情。是红衣的事情吧？我知道你在这个梨花小屋陪了他上千年，早已超出了朋友的情分。可这满树的梨花都是他和你的故事，与我无关。对不起，我跟红衣成婚就只是为了想要查出修魔者，而且一旦我们找到了修魔者，我与他的婚事就会知道。你看，就算你们结婚是假的，他都那么开心。叶爽，你是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对红衣只有朋友情分，而且我觉得他对你……哎呀，傻瓜，你急什么？这事儿不怪你，他跟我一样一厢情愿，喜欢谁不喜欢谁，这些事情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不过也已经不重要了，我准备放下他了。你若是真的放下了，又怎么会在这儿喝酒？就是一个小的告别仪式嘛。你说以前的我贪玩任性，也确实放不下红衣，也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英族日渐衰微，魔族又蠢蠢欲动，我必须得回去承担起责任了。我准备回去继承英族王位，至于那些儿女情长的小事儿，已经不值得本王再去思考了。当真？当然当真了。你现在是凤凰，红衣也做了妖皇，我们大家都各司其职，在族中承担起了重任。我怎么还能像以前那样不求上进呢？哎，放心吧，我做了鹰王以后肯定巨威风，看我大展拳脚。陪我喝一个。陛下要与凤凰成亲，这是为了揪出魔族内应的计策，事关机密，还请林墨书亲自安排，切勿泄露了风声。你守了阿音千年，虽然这次的初衷是查出魔族内应，但如今也算得偿所愿了。怎么看上去不像我想的那么开心呀？说出来都怕你不信，我这之前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定要趁婚礼上神光普照之际抓住罪魁祸首，替姑姑和阿英报仇，倒真没想过什么得偿所愿。阿英与凤影对我来说终究不同，阿英可爱热情，凤影理智冷静，理智的甚至不那么让人亲近。她变成了凤影，成为了万人敬仰的凤族王者，不习惯了？她能回来而且还成了凤凰，我当然替她开心，只是因为原来有负阿英，我一直将她放在心里放不下。如今看到她凤影过得很好，除了放心，好像也没什么。当然了，能看到缘起那小子吃瘪也是很不错的。哎呀，先帮你筹备婚礼。
顺儿，你怎么突然回白鸟岛啊？父王可知，昨夜凤鸣被修魔者所杀。什么？凶手是谁啊？昨日殿上，我就有件事想问父王。蓝风被杀时，身后那团黑影，您是不是知道是谁？我怎么会知道？你不会怀疑是我吧？修魔。 同时又能轻易进出天宫和天牢的人，我不得不多想。你竟然怀疑自己的父亲？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好，我这就带你去看真相。 你自己看。 蓝风，蓝风有了生机。嗯，魔族竟真有让蓝风复生的功法，千真万确。淑儿，蓝风是我女婿，为了你的终身幸福，我又怎么会害他呢？这千年来，我一直在救他，若是凶手，又怎么会希望他活过来？我修习魔功，也是为了自救和救人。 何错之有，父王，我只是害怕，害怕你会牵扯到其中，是女儿不孝。无妨，如今内忧外患之际，你我父女一定要齐心协力，才能共度难。 我一直在想，凤隐并未经历千年前的事，为何要帮大泽山的青衣和阿音呢？想来是在有意利用他们针对我。不过，若是蓝风的死，有仙族其他人也参与其中，我也要查个明白。既然缘起要查当年之事，那我便陪他查。前些时日，我与他生了一些嫌隙，刚好可以借这次查案之名。 重新和他走近些，挽回一些他的好感，顺便，我也可以查探一下，凤隐他究竟还有何阴谋。神君，这是我从天宫封存文卷中找出来的当年的调查卷宗，你或许用得上。多谢。不必客气，神君若有什么需要，可尽管告诉我。 我定会竭力协助。来了正好，我确有事要问你。当年蓝风帝君死后，天宫诸多仙娥阴错被贬，特别是凌羽殿当值那些，竟被全数贬去。但却始终没有注明究竟犯了何错，甚至连去向都几乎不明。这是为何？当年御风仙尊也从旁查验过，那阵子仙界确实出了不少乱子，他们因此乱了心神。 频繁出错才导致如此。就连跟在你身边的红雀，也是如此。他看护蓝风帝君冰棺，却泄于职守，导致冰棺受损。若不是父王及时发现，恐怕帝君尸骨就母。罚他替仙谷永落人界，也是他该受的。小神君，凤族传来消息说。 凤凰和妖皇即将成婚，成婚？凤隐和红毅正在7日之后成婚，下三界都知道了。这是他们给您的请柬。千年前，凤隐涅槃诞生之日，狐王红若便带红毅上梧桐岛提过亲，而且凤隐归来不久，便与红毅走得很是亲近。这样想来，这桩婚事也不是那么突然了。 一个妖皇，一个凤凰，也算是天作之合了。神君，你没事吧？神君，就这么办吧，要让三界都知道我与妖皇订婚之事。是。凤隐。神君。
为什么要嫁给红衣？神君既然来了，不妨就说公事吧。什么公事？我就是来问这个的，回答我。我要嫁给谁，与谁成婚，不需要与神君商量吧？但你与阿九，你们不是只有朋友之意吗？是朋友之意，不过今日无情，不代表日后也会无情。阿姨，不要嫁给别人。我不是阿姨，放手。不放。我好不容易把你等回来，不想放手。神君怕是忘记自己亲口说过什么话。你说一只水泥兽，不过是你神君一生中短短的一瞬。阿英与我虽有同门之意，但亦不过三界过客。关于阿静的种种，于我而言不过花火一瞬，早已消散。如今我是凤仪，是半神，便又能在一起了。不是的，我当时那是因为。是因为什么？终归是，是我的错。错亦或是没错，不重要。何故发愁？这凤隐与红毅成婚，就不会再与元气有什么瓜葛。这对我们百鸟岛来说，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凤凰前脚提出翻案，后脚就结婚，这事儿肯定和案子有关。淑儿，我怕这事儿不但会影响到你争夺天地之位，还会耽误蓝风的复活计划。不行，这两件事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差错，必须得弄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谋算。我绝不相信这桩婚事没有内情，我定要弄清楚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宁梦殿下说，陛下婚礼衮冕需要陛下亲自择选，请挑选迎亲时所配宝器，婚礼时需与凤凰互赠宝器，由陛下亲自定夺，方显赤诚心意。见到燕爽了吗？怎么没把他人请过来？回陛下，燕爽殿下说族中事务繁多，不便前往妖界。你没跟他说我请他救命啊？这婚礼事宜都找他帮忙拿主意啊。都说了，放了他一次鸽子，就要与我老死不相往来了。退下吧。陛下，林默殿下说这婚礼事宜当早定下，不然赶不及了。知道了知道了。是。殿下，妖皇亲临，正在殿外。
说我在忙。。忙完了，有空了。不是啊，你。哎呀，我自己愿意等还不行？上次让你等空了，我三倍补偿你，总可以吧？嗯，你看，等你的时候摘的这把花都已经蔫了。赶紧吃点东西吧，你说你处理公务哪有这么辛苦的？你来陪我吃东西的？来来来。哎呀，你不知道这婚礼事务繁琐复杂，他们每天问我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问得我头都疼。这样你帮帮我，帮我选选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哎，我都上门来求你了，是不是朋友？你说不是就不是吧，我还很忙，不送。哎。哎。哎。喂，叶爽，我真生气了啊。三界到处都在议论姐姐的婚事，看来姐姐是认真的要嫁给弘毅哥哥，不是装的。弘毅哥哥叫得这么亲，分不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阿九以前就对小师姑不错，这一千年来为守小师姑，还在人间为她种下梨花树。小师姑不会真的被他打动了吧？找到了。小师叔，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他们成婚是为了神光。神光？仙妖半神成婚乃会降下神光，他们是为了查魔。我就知道，凤隐绝对不是因为喜欢弘毅才和他成婚的。你们看，可即便知道了真相，也没办法阻止成亲啊。是啊，小师姑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她铁了心要做的事情，就没有谁能拦得住。嫁衣已备好，请殿下过目。知道了，下去吧。是。凤隐，想什么呢？
沈君用来武通道干什么？我知道你要成亲的真相了。你假成亲是要骗得神光降临，对吗？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祖神殷殷期盼，结果你们却想欺骗神光降临，这要遭天谴的。不劳沈君费心了，只要能找到那一个人，无论什么惩罚，我封你自回丹下。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选我？与我成亲，不也可以得到神光降临吗？ 你不要再与我胡闹了！我没有胡闹，我是真神之子，要渡过这天罚，不比你们容易得多。你就会觉得，全天下的女子都想嫁于你。此事我已经决定了，不必再说。凤仪，缘起，你莫要在梧桐岛当登徒子，赶紧给我解开！本神君不解，本也没想当什么登徒子。 没想到，倒是条好路子。你似乎忘了，火凤本就是混沌真神的命定神兽，你应当听从本神君的命令。现在，我要求你，跟我回青石宫。你干什么？啊！渊琪。哎呦，神君，我家殿下怎么了？凤隐顶撞本神君。 我要带他回青石宫领他。放下！哎，使不得呀！瞧，这醋劲儿！哎呦，陛下，您还笑？这殿下都让人扛走了。他是真神，我有什么办法？这年轻人的事儿啊，管不了。 元启，到底要做什么？这是凤鸣仙元的残片，存储着凤鸣死前最后的记忆。你只要给我几日，待我将这个阵完成，就可以找到凶手的线索。你是不是就不用跟红衣成婚了？神君有神君的办法。 我有我的打算，你该不会真的觉得我与红衣成婚，只是为了找到修魔者吧？你们还有别的打算？别的事情你就别管了。但我……别再闹了。 元启，你来做什么？你明日就要跟凤隐成婚了，陪我喝一壶，不行吗？我们很熟吗？你失恋买醉，来找我这个新郎官，你觉得合适吗？红衣，我们怎么也算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兄弟吧？ 凤隐既然选择了你，我也决定要放弃了。不过好在，我相信你一定会对她好的。那是自然。但是倘若你敢让她受半点委屈，绝对来找我算账。你这个真神管得还真宽。放心。 本妖皇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啊，来，红衣，我们多久没有一起喝酒了？这么煽情的？其实当年我执意对你行九天玄雷，还差点置你于死地。 我很后悔，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来妖界向你请罪，但却是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事，一直没能当面向你道歉。原来你是来向我道歉的。
算是吧，至少道歉是真心的。这倒是，你真心不真心，我还能看不出来？我的好兄弟，元启，其实你不用跟我道歉，反倒是我才应该道歉。虽然有很多借口，但无论如何，大泽山的覆灭是我造成的。我愧对大泽山，愧对仙善、仙主两位仙长。喝越清醒。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们明天婚礼，计划一切小心。你都知道了，你就不用瞒我了。凤影都把计划告诉我了，只是这神光降下容易，但另外一个计划能不能成，我倒没有十足的把握。放心吧。梧桐本是神界之物，浮尘落地生根，吸收神光之后，就可以用神界的追踪术去寻找紫月了。你就不用操心了。睡个好觉。长老失踪多日，为何突然出现在此处？他体内还有残留的魔气，这里不对劲。北苍长老，灵力完全使不出来。婚礼快开始了，您知晓他们的谋划了吗？埋伏在阴道附近的侍卫刚传回消息，说燕奢已经掉进陷阱，只差最后一步。可其他洞府早就已经出发，
我们孔雀族迟迟未到，恐怕会落人话柄。不如我先行一步，给父王打个掩护，等您打探出他们的意图，再通知舒儿，我好随机应变。也只能如此了。多礼，今日我吴同岛大喜，大家随意便是。参见陛下。吉时已到，恭迎凤凰。免礼。红衣，陛下，陛下，快醒醒！陛下，要误了吉时了。你们怎么都在这儿？陛下，你可算是醒了。已经四时三刻，婚仪大典又迟了。四时三刻，怎么才叫我？妖皇陛下为何还没有到？都这个时候了，新郎人呢？哪有人成亲还迟到的？这妖皇架子未免也太大了。早就听闻妖皇与凤凰的婚事是一场利益交换，如今看来，你们妖皇这个态度，果然不是真心想娶凤凰。彻儿，休得胡言！你太胡言！可是，这哪能让这妖皇太没面子了？对呀，真是。等这么久，你太大了。对啊，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事情怎么办呀？这可是上世纪。袁启，敢惯我百日罪，等婚礼结束，你死定了。我。陛下，请妖皇陛下快去救我家叶爽公主。叶爽她怎么了？我们在参加凤凰陛下和您的婚礼途中被魔引入了陷阱，伤亡惨重，公主天香为了……她在哪儿？就在那边。凤凰，妖皇陛下应是醉酒未醒，误了吉时，醒酒后也不知去了何处，叶爽也不在。发生了什么事？妖皇难道是想悔婚？想不到他凤凰成婚当日就被新郎当众抛弃啊，当真是颜面扫地啊。既然妖皇根本不想娶，当初为何要答应这桩婚事呢？因为是我不想让他来。报进士。
前妻。妖皇乃是被本神君灌醉的，这次成婚怕是来不了了。最后把你们第二个计划告诉我了，你们想借梧桐吸收神光找到紫月，我也可以出娘。要说成亲，我们好歹还有一次经验，都是假成亲，我不比红衣强些吗？撒泼分外的本事你比谁都强。神君，妖皇醉酒误婚，实在不将我们仙界放在眼里，我们也不能让凤凰受这等委屈。我看这场婚事不如就此作罢，您也不必再为妖皇开脱。之前的婚约自然是不作数，要不然我今日抢亲不就白抢了？抢亲诸位都在此听好了，并非是妖皇不想来，而是本君费尽心思将他灌醉，他来不了。我倾心于凤凰许久，没料到被妖皇占了先机，只能出此下策。小伤，没事。你还真是个麻烦精啊！为了救你，我连成亲都迟到了。这次你可得记着本皇的好啊！算了，还是先送你回去吧。不必，欠你的人情太多，我怕还不起。况且今日的婚礼这般紧要，魔族闹这出，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婚礼。你不是赶着要去结婚吗？在这磨蹭什么呢？好啊，那我走了。今天诸位都在，我要请各位帮我做一个见证。我元启愿以整个青石宫为聘，自愿入赘梧桐堂。入赘？凤凰可愿纳我为夫？大家都看着呢，给个面子呗。大事要紧，咱们先拜堂，等神光降临查出紫月，此乃正事。长夜风轻轻，窥明月如梦。元启神君，对本皇痴心一片，诸位今日在此见证，
元启从此之后便就是我梧桐岛的赘婿了。小时候可真霸气。那我梧桐岛今天这面子可是赚足了。那我们去拜堂。总是我窥见了月光，老夜风轻轻，窥明月如梦样，眸光落心上，如何不思量，星红尘中是轮转，有你我同赏，在虚烟火凡尘寻常，只想和你朝来暮往，看人间形状，只想和你长剑受伤，眼上看人。今日让苍穹与后土为证，元启与凤仪结为夫妻，元启愿生生世世守护凤仪，虽死不休。